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请假吧？假装生理期。我是男的。我知道，要不我假装你爸给老师打电话。你能认真点吗？算了，我自己想吧。对了，你为什么总想逃课呀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离开这里。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学生，逃课还想那么多理由干嘛？哎，你说的对呀，这下算你能帮上一点忙了。你欠我这个人情可别忘了啊。好嘞，记得帮我拿书包啊，我走了。糟糕，是灭绝。喂，你们是哪个班的？站住！你是练过的吗？别啰嗦，老师在后面，快走吧。逃课成功。战争熙，等我。